从海拔2000米开始，延绵至山顶，高低参差不齐的地形，造就了3700多片梯田。虽然已过秋分节气，但梯田里秋收似乎才刚刚开始。这是梯田里的小鱼。春耕的人们会在插完秧的田里放上几条小鱼，鱼儿可以减少昆虫和杂草对水稻的破坏，这真是一举两得的美事。云南的哈尼族部落有着几千年的传统，他们习惯用清水来冲洗金黄色的药草。忙完了秋收，家童司就要开始准备晚餐了。如同母亲教他的那样，将叶子捣碎时，需要多加入一些用木头烧制而成的灰。浸过药草的凉水，就会自然地变成黄色、玫红色和紫色。将水倒入糯米中，不到半天就煮成了当地特有的花饭。哈尼族的妇女们认为，一边做着花饭，一边就能过着如春花一般灿烂的生活。黄色的糯米饭象征着元气，玫红色则象征着健康。自古以来，食补就是中国的饮食文化中不可忽视的智慧结晶。这里是中国的霍山县，位于大别山腹地。雨季的清晨，整座大别山脉都弥漫着浓浓的雾气，犹如置身仙境一般。这片原始山林最高海拔达到1770米，气候温润，植被茂盛，因此孕育了庞大而多样的物种生命。世间万物都依靠着水的滋润而繁衍壮大，生生不息。霍山人世世代代饮用的水源，从大别山主峰顺流而下，淌过山中茫茫竹海。这种经过竹根过滤和岩层净化的泉水，被当地人称作寡水。一箪食，一瓢饮，虽然简单，但灵动的自然和心境，触动了蒙尘已久的味觉。以寡水冲泡出的绿茶，清甜甘冽。用寡水酿造的美酒，若碱性水质，带动了微生物的代谢生长，所以发酵后，就产生了无与伦比的酒香。中国的酿酒工艺历史悠久，在元代以前，中国酒基本上都是发酵酒，大多是10度以下的米酒，故有李白斗酒诗百篇，武松过景阳冈饮酒18大碗而不倒的传说。自元朝以后，才有蒸馏酒的首创。世代祖居北国的草原民族，常年生活在气候严寒的环境中，必须要喝高浓度的蒸馏酒才能保暖。在适合酿酒的各类谷物粮食中，这里的人们选择了高粱等五谷。酿酒时，为了让水与五谷相互融合，需要有一道原始而特殊的工序——采曲。迎驾女工是当地工艺传承至今最有经验的采曲者。采曲象征着美酒酿造的开端。酒曲是粮食发酵成酒胚的必备原料。曲药以小麦为原料，先将小麦粉碎，加入水和母曲搅拌，随后放入木盒子里。
熟练的女工站在盒子上赤脚不停地裁揉，曲为九只鼓。人工采曲是中国最古老的制曲方式之一。小麦经过采曲，做成曲块，随后用谷草包起来进行装仓，大约十天后再进行翻仓，让每一面都能够充分接触微生物。这类翻仓通常要进行两次。接下去，神奇的改变就交给静静流淌的时间吧。三只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金色砍玉仙都，书方斋，满汉全席一席，满汉和睦，天下一家，盛世太平，奏乐。这是清朝时期皇帝为了协调满汉共处的关系所特别赐设的一餐，它被称为满汉全席。宴席的菜品应有尽有，鸭肝、燕窝、龙虾、烤全羊等等，总共竟有116道珍品。光是做准备就会花去足足三天，这是历史上最为隆重的中国宴席。12道香菇料理，24道甜品，24道冷菜，6种糕点和30道热菜。要做成这样一桌宴席，光食材就需要300多种，这其中几乎蕴含了中国美食烹饪的所有技巧。对于每一位厨师来说，满汉全席才是考验他们真功夫的大战场。谁负责哪一块，你那个档口经理亲自那个来制作。满汉全席也是我们属于我们洪家菜的一个精髓，再一个那个5000年文化也是一种是一个国宝菜品。我希望大家把那个人民领会啊，把那意思领会做，思想领会做，态度要放端啊。厨师顾名思义就是厨房之师，也是对厨房负责的人。一个炒锅，一个铁勺，厨师就可以烧菜了。刀工的拿捏要精细入微，仅是用油烹饪的方法就有6种以上。为了做出更琳琅满目的菜肴，厨房也需要分门别类一番。这里是专门负责炒菜的炒菜区，50种左右，肉菜、炒菜、素菜、贡菜的兄弟。中国的厨师从汉朝起就有明确的分工了，不管是肉类还是蔬菜，无论食材如何变化，炒菜用的工具始终如一。炒菜的精髓在于油与火之间的作用，中国的铁锅因其厚实耐用而闻名天下。火和油同时争夺着铁锅，将翻炒过的蔬菜抛至空中，锅底和空气中存有的温差让食材更入味。这是视而不宣的中华智慧。面食区在厨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中国有一种面质筋斗，长而不断的面被称为长寿面。论起面食的种类与做法，相比世界任何国家，中国都毫不逊色。厨师现在正在制作的糕点是传说中慈禧最喜欢的绿豆糕。满汉全席的食材会随着地域的不同而略有差异，根据当地的食材啊，有的可能是那个海味为主啊，到包括这个广州那边它有广式的这个满汉全席，到了我们这个北方呢有这个辽宁这一带呢，他们是野味为主啊，
所以说各地这个满汉全席都不一样。300年前，清朝康熙年间曾有这样一种寿宴，宴席邀请了2800名65岁的老人，众多的美食都被放在同一张餐桌上，用于款待各位来宾。其中既有满族的美食，也有汉族的佳肴，或许这就是满汉全席的起源。烤全羊是满汉全席的金字招牌，先将羊身的里里外外清洗干净，然后经过18道工序的烹制，耗时6个小时方能完成。龙爆凤丹是汉族的菜式，海参和鸡蛋是它的主要食材。把鸡蛋对半切开，用蛋白做成气泡的模样盖在上面。这道菜的成败取决于厨师的手艺。中国拥有60000多种传统菜肴，虽然满汉全席会因地域不同而有所变化，但依然遵守着一个不变的原则。满汉全席一定要精细，啊，基本上这都是2种原材料一样的，啊，2种原材料汇集的一个菜品，都是以养生为主，啊，必须要养生。用毫米为单位的尺子来测量，这份献给皇子的美食显得如此精细。这道菜是以养生为目的烹制的。将猪肉切成4边形，然后再拼成一个万字。这是慈禧寿宴上的一道菜，独具河北风味。鳖又称甲鱼，是中国美食中养生菜式的极品。甲鱼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盛行的宫中养生食品，距今已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把甲鱼放进酱汁里烹煮20分钟，就做成了一道红烧甲鱼。烤乳猪是从2000多年前就在宫中盛行的菜肴，清脆的外皮包裹着香嫩的猪肉，食之具有强健心脏的功效。3位宫廷御膳的传承者和30多名厨师将满汉全席重新展现在我们面前。中国传统的一餐是蕴含着健康奥秘与长寿秘诀的一餐，无论是紫禁城里的御膳，霍山县的佳酿，还是云南哈尼族的一餐，养护天地与生命之灵，才是中国美食的本源。然而，饮食健康与否也与居住环境息息相关。仍然沿袭着旧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的非洲部落和有着发达饮食文化的西方社会之间进行了一场有趣的测试。通过对两地居民体内微生物的抽查，科学家们发现了令人瞠目的结果。现代科学中，体内微生物的多样性是评判人类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准。测试结果显示，来自非洲部落的人相关数值更高。The Hadza had many more bacterial species or taxa than the Italians did, a much wider variety of species. We also saw that microbial species that are seen in Western groups are usually thought to be maybe problematic.are very common in the Hadza and don't seem to cause any problems at all. 非洲是人类历史的起源地之一。
人们通过舞蹈来祈祷狩猎成功，现在正是捕猎的好时节。这一群生活在森林中的巴雅卡族人载歌载舞，因为酋长就要宣布开始狩猎了。人们的目标是捕获猴子或野猪。捕猎时如果口渴的话，只要砍掉一段藤木就能发现水源，这大概就是天然的自来水吧。父亲有时候为了获得食物就得冒着生命的危险，藤条是唯一将身体与树干捆绑在一起的安全保障，斧子帮助他开辟攀向树顶的台阶。他挑战着地心引力，缓缓地向上爬去。在这由大自然掌管的丛林里，他战胜恐惧，爬上了40米高的参天大树。他收获的是蜂蜜，这是只有在这个季节才能采集到的珍宝。对巴雅卡族而言，蜂蜜就如同一体的金子一般宝贵。哎，大萝莉。对采蜜者的家庭而言，这一篮子的蜂蜜是父亲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一餐，使他们在快乐的时光里得以尽情地享用美食。巴雅卡族族人世世代代居住在这片丛林，捕食是他们的生存技能。通常这样的蜂蜜餐每年只能吃到一两回。巴雅卡人平日常以昆虫为食。与其他非洲原始部落一样，藤本植物和树根也是可选的食物。每天以这样的食物为生，他们体内的微生物种类却比都市人更多，这可说是自然青睐着那些离他更近的人们吧。We can look at them and see what is healthy in their environment, and to assume that they have been, let's say, minimally impacted by antibiotics, by industrialized processed foods. The less processed, the less industrialized that your food is, the more ingredients that you can identify, the better.过去的几百年间，我们赖以生存的一餐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素食和外卖时代的到来，人们聚集式用餐的形式已经在慢慢消失了。可供食用的肉类在短短半世纪内数量就增长了近一倍。但在素食饮食文化的影响下，人们有时忽略了这一餐的真正意义。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享用食物呢？
这是四年一次的寿司手艺比赛，从北海道到鹿儿岛，来自全日本的近90位选手参与了这场比赛的角逐。现场气氛十分紧张。这些寿司界的顶尖高手所面对的终极考验，就是制作江户前寿司。加藤先生此刻应该非常紧张吧？每一位选手面前的食材都是一样的，规定的时间也是一样的。比赛开始了，选手需要在30分钟内制作完成寿司。加藤有13年的料理经验，但他还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比赛。他的老师长岛先生坐在观众席，仔细地观察着徒弟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加藤的比赛被看作是店里的头等大事。3秒前2秒前1秒前始め。这是比赛前最后的磨砺练习，对于时间的掌控是成败的关键。加藤的神情看上去有些许紧张，前辈则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手卷寿司是比赛的一部分，制作的每个细微方面都不能大意，单片寿司切面必须精准。最后的装盘也会影响评分。终于在30分钟内完成了。谢谢。这里有我们经常看到的生鱼片寿司，还有难得一见的手卷寿司，真是让人为之赞叹的艺术作品。然而在前辈看来，却仍有不少瑕疵。ここでこっちから見とってこう並べとるあれがさ、もう全部こうなんだ。歪んでるもん。ここの段階で。きちっとピシャってなっとらん。僕は7年目ぐらいか、6年か7年目ぐらいですね。最初はもう皿洗いと出前持ち、そればっかりですね。僕実家が魚屋で、結構学校も水産関係の魚の関係の高校に通ってたので、そこからお寿司に目指そうかなと。把海鲜和米饭揉捏在一起，这看似是一个简单的动作，但却要花费10年的时间才能练就的手艺。回转寿司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然而传统寿司却面临着一些危机。在加藤的寿司店里，究竟是延续经久不衰的传统，还是顺应时代做出改变，成为了一个进退两难的抉择。これからのお客さんがお寿司に対して何を要求するか求めるかという形でやっぱ変化していかないと、結局はですね、受け入れられない。他们正在找寻创意寿司的出路。用双手卷出的寿司被双手放进嘴里，这是延续至今的礼仪。现如今
却也不得不面临着改变。大きくなったら何になりたいんですか？お寿司屋さん。どこがかっこいいんですか？握るのが。就如日本有最顶尖的寿司，极致的美物往往都产于当地。在意大利乡村波伦佐，有专门的美食学院，居然不用动手就可以学做食物。今天上课的主题是生火腿片，这是意大利和西班牙最顶尖的六种火腿片。判断火腿得先从观察肉的色泽开始。And not only in Italy we call pata negra, but it's not an official name. So the name is jamón ibérico, the huelva, pedroches. Pata negra is a sort of nickname. 虽然不使用任何化学物质，但因猪肉的品质不同，以及发酵时间的长短，火腿肉呈现的色泽也有差别。The first Spanish ham is not with nitrates, so they can use, but they do not always. 从14个月到3年，由于发酵时间的不同，火腿片的种类相应增多，时间流逝造就了特殊的香味。只有真正懂食物的人，才知道一切来之不易啊！少量的调味虽然可以再现美味的口感，但为了锻炼学生们的感官，实践才是成就经验的唯一途径。And all cook, osservando cose come la presenza di grasso all'interno, di cristalli bianchi che si formano, che sono un segno di stagionatura.L'odore ovviamente che cambia durante la stagionatura, il sapore, per esempio il sapore umami che è molto più forte nei prosciutti stagionati rispetto a quelli freschi, che è una cosa che un gastronomo deve imparare a fare. 这些即将成为美食家的学生们有什么奇特的来历吗？原来他们都是来自各大米其林餐厅的主厨。我们到访的这天，正巧碰上西西里的主厨保纳提女士在准备午餐。她将晒干的鳕鱼干浸泡在水里，淋上橄榄油，就做成了奶油鳕鱼，用松果熏制而成的油来装饰收尾。然后请学生们观赏。厨师用烹饪传达着自己的美食哲学，他们孜孜以求的是食材原本的味道。说起好的食材，怎么能少了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在标榜健康的食物清单中，最具代表要数三藩市的美食了。这里是三藩市最有名的肉铺，人们不去市场却选择在这里买肉的原因是全透明化的制作方式。人们现场切割和加工那些不含抗生素的食草动物，仿佛是旧时代肉铺的复刻。如今这样的店铺再次兴起，象征着回归和传承，而究其原因，是人们开始明白了好食物的标准。I think absolutely people are becoming more interested and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sourcing of their meat and where things come from. I also think that it speaks to a healthy curiosity in this country as to just how food gets from the farm to the table. Even just getting started right here, these are like little lamb rack chops. You can kind of see.在贝克的肉铺里，还有一间开办了7年的屠宰教室，这里开设了12种课程，吸引了无数人驻足。
大部分学生甚至连怎么拿刀都不知道。学生们并不娴熟地用锯子把肉切开，通常第二天就会有肌肉酸痛的反应了。即便如此，他们也学得津津有味。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他们开始了解到自己吃的是什么。老师会讲解羊肉应该如何烹饪，也会告诉学生们羊是如何在农场中生长，又是如何到达人类的餐桌。学生们逐渐明白，这样的一小块食材承载着多少人付出的辛劳。他们清晰地感受到，是大自然赠予的其他生命滋养着人类生存至今。美国人大多喜欢吃肉，为了追求更好的肉食文化，小型肉铺越来越普及。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一餐，这是平凡的一餐，也注定是伟大的一餐。12月初，在海之南的白菜地，正是腌制泡菜的最佳季节。人们常说，好米出好饭。同样的，只有好的白菜，才能做出可口的泡菜。经历过寒霜的白菜更甜。该是采摘它们的时候了。镜子今天的任务是收割200颗白菜。계속요것이배추밭이게60년도에시집왔으니까55년55년来每年的这个时节，蒲镜子都会在这里花3天的时间腌制过冬泡菜。第一天，先把盐撒在菜心的位置。盐是腌制泡菜时最重要的调料。그독성독성이들었잖아요그러니까간수다빠지고물빠지면소금이이렇게손으로맨손으로이렇게쥐었을때에여기안묻을정도로소금이말라야돼蒲镜子通常选择置放过3年以上的盐，因为盐越放越香。还没来得及伸下懒腰，太阳就要下山了。第二天就是用盐水洗白菜的时候了。200颗，这数量真不少。一般4口之家，一个冬天大约会吃掉10颗白菜，这些白菜足以提供给20个家庭过冬了。蒲镜子一边等白菜晾干，一边用铁锅烹煮凤尾鱼和香菇。他至今还沿用着烧柴生火的传统。煮好的汤是用来熬粥的。
因为担心粥会沾底，整整一个小时，他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滚烫的蒸汽和刺鼻的烟味熏得他睁不开眼。做完粥之后，就到了准备酱料的时刻。提鱼酱已经酿了3年了，淡水虾酱是在春天做的，辣椒粉是在夏末秋初做的。一年来，蒲静子一直在为腌制过冬泡菜做准备。把锅内冷却了的粥和制作好的酱料都倒入这个像浴盆一样的容器中。搅拌这么多泡菜需要用2盆酱料。就这样，他一直弯着身子，大半天都不伸展一下。将泡菜放到瓮中腌制后，他似乎终于可以休息片刻了，但他又匆匆跑向酱缸台那边。这是酱油，瓢上接满了像玻璃一样的东西，缸里也有这样的结晶体，这是长时间酿制的酱油里所凝结的盐晶体，而这个缸则是海州崔氏宗家祖传的酱油缸。어머니가하란대로옛날부터장항아리는따로있단다이렇게정해져가고있단다다른다른항항아리도하지말고여기다가이렇게만해라그랬었으니까어머니도또할머니한테그렇게배우셨겠죠그저그런지만알죠물어보고물어보고할것이없지시키면시킨대로만하면되죠시집살이한사람이시킨대로만하면시집살이괜찮아요蒲静子用酱油又制作了一道美食，他将一年内腌制而成的蔬菜与辣椒酱、糯米粥和曲酱面拌在一起，做成了可口的下酒菜。옛날에는이제저는퇴비두은번을에다가이렇게풀이사올때그때이제넣어가지고이제삭혀서사흘만에꺼내서먹었어단시일내에먹는거죠现在把它放在温暖的房间里，铺上稻草，盖上棉被，等到3天后入味了就可以吃了。这比大酱的味道闻起来更香。腌制过冬泡菜的最后一天，天空下起了雨。在这样的雨天里忙碌，村里的热心人会来一起帮忙。过冬泡菜虽然被列入联合国科教文化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但在这样的制作场合，依然只有年迈的妇女在忙碌。如今，已经几乎看不到年轻人的身影了。아직까지는찬물이란소리나오하기가싫었습니다既要寄给住在首尔的女儿们，还要寄给住在光州的小姑子家，甚至还有釜山的亲家，这泡菜几乎要跑遍整个韩国了。与过冬泡菜相比，毫不逊色的是韩国人非常钟爱的五花肉。厚厚的肥肉和热腾腾的瘦肉，再和刚拌好的过冬泡菜一起吃，这就是韩国人最熟悉的味道。담근날이제일맛있어김치담근날이그날김장담근날작가양반들이점수가나와그날안만나면1년내안만나
그날 맛있으면 안 만난 김치가 1년 내 맛있고. 与五花肉一起，三天的过冬泡菜腌制就此画上了句号。 왜 안 힘들어요? 힘들지. 저 그 김장에 1년 농사한 뒤 얼마나 힘들었어요. 근데 왜 하신 거예요? 아유, 이것도 안 해 먹으면 어떻게 살게. 다 나눠 먹고 이것 아니면은 또 나눠 먹을 것이 뭐 있어요. 김장 해놓고 나면 너무 좋죠. 아니, 누구도 줘야 되고 누구도 줘야 되고. 그 이제 계산하기 재밌지. 母亲亲手做的一餐饭，是在这忙碌的都市生活中，是最宝贵的一餐。我们该吃什么，又该怎么吃？许多人在寻找着答案。这是失语，又到了生产失语的季节。 지금은 소금에 좀 싱싱한 상태로 한 나절 정도 절었다가 기름에 튀기듯이 구운 것인데 조금 맛있더라고요. 来听课的大部分学生都是上班族，当然也有从事餐饮业的人，还有许多其他行业的人。 농경 시대에는 내가 재배하는 작물이 어떨 때 맛있다라는 것을 잘 압니다. 배를 날로 먹는 了解完食材之后。 就要开始介绍料理的方法，先将湿鱼的一面稍微烤一下，将浸泡过的大麦米稍微炒一下，再加入肉汤一起烹煮。最后把新鲜的湿鱼放在米饭上，装盘完成。嗯，韩国人的기니는밥반찬국이라는것으로구성이되어있죠。 이렇게 음식을 차리기가 많이 힘들어요. 그 계절에 나오는 맛있는 재료 하나를 가지고 그 재료를 중심으로 한 그릇에 담아서 먹어내는 그런 끼니로 우리가 해결해 보자. 我们希望自己的每一餐都能吃得美味而又健康，因为生活赋予我们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所以希望享用每一餐的时候都能感到幸福。 如果连这样的期许都无法企及的话，那我们又缘何要奋不顾身地勇往直前呢？ 在中国安徽省霍山县的酒坊内，经过了99天的等待，一块合格的酒曲发酵完毕了，就要开始酿造美酒了。 蒸煮粮食是酿酒的第一道工序，在粮食中拌入酒曲，经过蒸煮后更有利于发酵。在时代继承的传统工艺中，半熟的粮食出锅后，要先铺撒在地面上，这是酿酒的第二道工序，搅拌、配料、堆积以及发酵。经过窖池发酵老熟的酒母。 酒精浓度还很低，只有经进一步的蒸馏和冷凝，才能酿制出高纯度的白酒。70度的原浆酒，不经任何勾兑，晶莹浑厚，沁人心脾的曲香弥漫着，轻轻的抿一口，入喉即化，这真是一种天赐难得的愉悦。什么叫好酒？好喝的酒。 健康的酒才叫好酒，既要进口顺，也就是喝得舒服，还要醒得快，也就是酒要不上头，要很快的清醒过来。中国有句古话：“酒越陈越香，酒的品质离不开时间的沉淀。”黄岩洞是天然山洞，背山望水的构造，将天地之气聚集其中。 洞内冬暖夏凉，常年保持着适中的气温以及较高的湿度。原浆酒通过恒温冻藏，酒分子与空气中的微生物相互作用，
不仅挥发掉酒中的有害物质，也促进了有益微量元素的生长，让酒体更加细腻、饱满、醇香。都市人在聚会饮酒的时候，会不会看到一滴水变成杯中的一滴酒，自然和光阴正在里面沉沉地醉着呢？传承不息的手艺和信仰，托起了杯盏碗碟中的食物，它们是伟大的一餐，它们是人世的幸福。日本的夏季，天还蒙蒙亮。年逾七旬的尾田先生，三十多年来，每天都在这个时辰到灶洞里烧柴。他将燃烧着的木头转移到另一个灶台。每个灶台都搁上锅，接着再浇上大豆烧制成的豆乳。受热后的豆乳表面会变得皱皱巴巴，形成一层豆奶皮。在一分为二的锅里，轻轻地捞出半月状的豆奶皮，然后再把它们挂在竹签上。这整个过程就好像揭开了一层伤疤似的。这就是日本人在特殊日子里喜欢吃的汤液。三张这样的豆奶皮，所含蛋白质就相当于一块豆腐的含量。まあ、今体勢は湯煎の岩鍋がほとんどなんですが、まあ、直火にこだわってやってるのは味の部分に影響を及ぼすであろうと思ってやってるんです。間違いなく湯煎のものよりは力強くて旨味の引き出せた湯葉ができ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っています。把刚捞出来的汤液和辣根一起蘸着酱油吃的话，能体会到一股清新雅致的口感。这家汤液铺是祖辈传下来的，不论是厨房还是制作工序，都保留着一百多年前的传统。大学毕业后曾在公司上班的尾田，因为对汤液风味的留恋，毅然辞职回归故里，继承祖辈所留下的传统家业。これはこのままではなくなってしまうという思いもありましたし、それとお客さんがぜひこの味をのけてくれと、置いといてくれと、続けてくれというような話を伺ってましたので、これをもう一度どこまでできるかわからないけれども、少しの間でも伸ばそうかという、そういう思いもありましたし。从那之后，这间厨房就再也没有闲暇的时光。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每五分钟就诞生一张汤液，让他们一天都无法离开灶台。就在这个狭小的厨房里度过余生吗？夫妻俩那么专心地工作着，完全没有考虑过要扩充店面或是抬高售价。对他们而言，所谓勿忘初心，就是要保留着流传已久的手艺。一百多年间，这颗心没有改变过。まあ単純な工程なんですけども、湯葉の場合は、それを面倒と思わず、手間と暇をかけて克服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に尽きる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一张汤液或一餐饭，异曲同工罢了。对伟大一餐的向往，正如同纹身那样，烙印和渗透在我们的肌肤纹理中。
人类社会前进的齿轮不停地运转，人的生命周而复始，而我们的生活也因为这不变的信念而熠熠生辉。今天，糖业店又开门了，这或许又会成为某些人生命中最伟大的一餐吧。